这个罗西石都是产地在我们浊水溪哦。它的色泽就是有墨黑色、枣红色、带绿色，有三种主要色泽。哎，它的优点是这样，是密度高、质地细腻、好花墨、不损坏好笔。董作出生在二水乡乡下，他的父亲董仁生也是燕雕高手，家族从事燕雕事业已经有80多年之久，15岁就开始跟着父亲学习燕雕，开启了他的燕雕艺术生涯。我们从事这份工作已经有80几年啊，对我来讲，我是第一，可以说是第二代的传人。下一代我们就是这样了，不鼓励，但是也不反对了，看他们的兴趣。啊，以目前来讲，我觉得说他们哦，这对这个燕雕这个兴趣，好像说一天比一天哦，觉得说蛮有兴趣的。对燕雕工作的热爱，董作将罗西石燕转变为一种文化事业。目前台湾的燕台市场将近80%出自于董作家族之手。董作秉持文化传承的责任，走出了有别于父亲传统的实用风格，让燕雕走向艺术珍藏之路，透过他的巧手雕琢，让冰冷的石头变得活灵活现，手艺之巧令人赞叹。创造这个来源啊，灵感，最重要是觉得说，应该也是有一点是天分的哈，也要一种这长时间的经验累积下来。我觉得说要雕每一件作品，可能对我来讲都是我比较耳濡目染，比较顺手，因为我雕刻创作的理念方面，它的变化一定要坚持当中来求变化。董作不断在雕琢技术上努力突破，他的创作题材宽广多元，独特的造型深具个人特色，为罗西石燕注入了丰富的情感与生命力。董作最著名的燕雕作品是这件重达400多斤的百龙燕，他花费了23个月的时间雕刻完成，每条龙的神韵形态都千变万化，让人叹为观止。民国60几年以来，我们谢副总统嘛，他常常来我们这里参观燕台嘛。他说，我们创作哈，如果不创作的话，维持现状就是落伍。啊，如果你不创作的话，可能会自己淘汰掉哈。为了让民众体验燕雕艺术，董作积极成立董作实验艺术馆，透过燕雕解说。跟实际体验的过程，让世人有机会一窥罗西石燕的美。在台湾来讲，都知道说二水是燕台的产地，但是在二水燕台这个产地，但是都没有一个目标，不知道要去哪个地方寻找。燕台艺术馆让客人来参观，要推动比较快，最好是走上国际舞台，让我们国际人士来了解我们这个文行之美啊，罗西石燕。从15岁开始，董作在父亲的手中接下衣钵，将燕雕技艺发扬光大。现在这把传承的火炬，将由他的孩子来承接，继续在燕雕创作的道路上。大步迈进，董作凭借着执着与热情，不但赋予罗西石燕新的生命力，也让台湾的燕雕工艺得以传续不绝。